东西带上，男人和女人都安全的。讨厌，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呀？口罩啊！把口罩给我戴上来。那个在室内吃糖葫芦。啊，好，哇，好硬啊！打傻了，蘸肉吃。那你帮我打一下呗。好的。男生美女黑丝鸭子哦瞧瞧啊，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好。等一下，人是抢救回来，但是以后估计是动不了了啊。那以后只能我动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我操，老公现在没什么事了，静养就行了。老公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果冻、跳跳肠，还有那这些现在你老公都不能吃，这不是吃的啊。嗯，我那什么，我不对了，别一千我进了那也没用的。不是，我不太舒服，不得劲儿。今天我限你3秒钟之内给我洗干净，赶紧给我进来。我不去，我越沙发上睡了。我说哎呦我去，你怎么洗那么开？我洗澡一直都这么快呀。老夫老妻后，草率了，草率。老弟不认识，其实刚开始我们感觉他已经猜到了，还是有点靠谱。滚、啊！那个，我妈叫我回家带一个你啊，完事你我都不认识，给我打电话啊！天的星星拉波拉卡邦达尼尼尼莫托达萨。走，再往上。好，你慢慢的把手松开就可以了。松开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绳子呢，它变硬了。嗯。然后你轻轻吹一口气，它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老妹儿啊，现在啥年月了，谁还用茄子？现在都用藕子，既粗还透气。说什么呢？给我挑两根。你们看我这个闺蜜真开放，出来是个饺子，把肩膀都露出来了。说什么呢？老公，进来帮我搓下后背。你自己拿刷子蹭一下呗。那你帮我拿下浴巾。这浴巾不是在门上挂着吗？有人。太冷了，我不想出来。那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拿个撑子撑进去。站住！让你拿你就拿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那你保证这一次不拽我进去了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